自己那里，等我死了，他们会告诉妈妈的。静安医院匕首三刀，在医院里怎么会死？抢救啊！六叔呢？在静安医院。干嘛去了？六婶叫人捅死了。长什么样子？我没见到杀人。长什么样子？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，他后来。刘叔，电话找你。
但是账还没算清，杨志父母的账还没有算。你在哪里？不用找我，等我去找你。汇正饭店十层1003办公室，我等你。好。杨志我从教会带走了，从火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，你要不来我就让他们相互弄，看谁先弄死谁，剩下的人只能活一天，我等你两天。你猜为了多活一天谁会先弄谁？明天就去找。先生，回来了，房间有朋友等你啊。张嘉译的朋友，一般朋友。我吃完这口饭就走。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张嘉译是我带进的。也是，当时啊乱哄哄的。张医生回不来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。今天早上就离这三条街，我看见他人给抓走了。现在这事儿闹大了，我谁都不敢接触，我在这儿躲躲。天黑了，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走。西塘那副钢甲，你做的？从前做的，做挺好。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。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，这话有点大了。他张嘉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，你来这里是等我吗？他等你干什么呀？咱俩又不熟。我叫徐天。张医生的事，我肯定会管。好吧，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。走了，走了。不，你就不劝劝我吗？我这人可不禁劝。你要劝劝我，我就留下来帮你。我白天杀了一个人，送走了一个人，
未婚妻被党刀科特务抓走了，张医生也在，我心情很不好。要走走，不走帮忙。不，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朋友跟你有关系吗？那得看是什么朋友。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？找麻烦，毁我前程的朋友。前程已经毁了，只剩朋友了。对吗？不是你们这号人，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？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，彻底推翻，重新开始才有前途。就靠咱们俩呀？靠大家。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。 手怎么了？自己切的。为啥？这是中一枪，这是两枪，幸亏有你的钢甲。好吧。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，这些东西随便用。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哎，买进卖出嘛，个人的一点爱好，都是老东西。做生意嘛，就要有点特色。光做军火生意，竞争太激烈了，所以呢，我做古董军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。 这东西在上海啊，叫格林快炮，在美国呢，他们都是架子马车上打的，手摇连发，但是摇的时候啊，不能太激动啊，容易卡弹。还有这儿，这一扎子弹啊，压进去要半天时间，可打的时候呢，半分钟就打完了。你算过？差不多吧，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，慢的时候20秒。 这子弹呀，都是非常金贵的，原装进口，做船过来的。哎，本来啊，我左手进右手出，能赚不少的。怎么还有钟呢？那是赠品，没用，新东西。教我怎么用，每一样。每一样？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？大方向知道的。怎么弄？用党雕刻。 住户办事处，跟张嘉译一样。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，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。现在我东西比他多。哎，别动，炸了，轻点。张医生说，你手巧，什么东西都会做。做什么呀？我想想。还想什么呀？想想后果。 心里就会有数。上海是什么样的？交朋友，讲面子，路子多，好办事儿。
可惜了。崔会长喜欢刘姐的村好了，又没人晓得了。没人晓得吗？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，是吧？肯定要枪毙的。就算跑掉，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上海滩了。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。可是还有你晓得呀。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呀？我什么都不晓得呀。哎呀，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。哎呦，徐部长啊，这松鹤楼开了几十年了，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啊，我是老实生意人呐。老实人，帮共产党。哎，第一点啊，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。第二点，我是真老实，但也是生意人呐。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的，请我帮忙说两句话，给一条小活鱼。那等一下，小活鱼拿出来。给你充公，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？崔股长也不是来抓我的，对吧？崔股长抓我进去，对你也没有好处的呀，杀掉我更没好处的呀。我要是托人花钱赎自己，那钱不都花在公家身上了吗？对吧？真懂生意经。崔股长，要是不想弄我，现在房间就两个人，你是做啥的？不要让我猜呀！退东西，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，都是花心思，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，好惜呀！哎呦，你性命都没了，不可惜啊？退给我是啊？你找的人，你做的局，我退给你，退给谁呀？那是要退给我。这样好了，两只盒子算一条小黄鱼，好吧？我数数啊，够吗？你这个命呀，也太便宜了。八只盒子呀，我哦，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，就是五条小黄鱼啊！耶，我恨死你个陶老板了，九龙三年白干呐。一只盒子算一条，一共九条。弄好。崔股长，没事啊。陶老板，啥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。哎，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，好吧？哎呀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，一宿没睡。哎，做面的师傅在吧？前世冤家呀，我给你吃毒药。你要干嘛了？你坐下。对时间，现在8:45，9:02开始。好。你的表呢？没有啊。那你就拿这个。8:45是吧？第一个，9:05。15等你。嗯，那加特林是摇快点还是慢点？15秒，那就是快点。最后一个9:28行吗？差不多。
以前从不打女人，你要再跑，我就打。别动。北四川路145弄，恒安坊，是你工作的地方。你要怎样啊？张医生和杨芷在哪里？不说，让他们给你收尸。太错没错了。混什么三？三点十层，他办公室。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。你们就算是去了，那也是送死的呀。上面可都是我的人。拿着，打开。合上。包拿好，别离我太远，否则会炸。涛哥，走了。哎，火种给我吧，拿着。维多利亚时期的，自己小心啊。谢谢。饭店不走这边呀，北四川路恒安坊。啊，要死了，去单位啊。要死一起死呗。深呼吸，忍住。上海是什么样的？啥？说点不相干的，不要吐在车里。上海。上海时髦，洋气，新潮。我真的想吐啊，吐到单位太难看了呀，对你也不好的呀。啊哈，痛快！吃好面了，你走吧。糖蒜不错啊。但是这焦头，昨天的。哎呦，现在是上午啊，朋友，新焦头还没有做嘞。你过来。你是崔股长的人吧？我表姐。表姐？表姐好啊。哎，这事情啊，开头就是好兆头。表姐平时照顾你吧？嗯。你表姐说。我办公室里啊，关了两个人，对吧？我不晓得呀。他说两个就两个，其中有一个小姑娘。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，跑过去呢5分钟啊。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，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。10分钟之内，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，那就砰。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。你们要炸北四村路恒安坊啊？哎，不是我要炸啊，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。你们得罪他，得罪的蛮多的，知道吧？把信送到，电话打通，我们就还有的谈。还有9分钟，9:05了，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？你表姐就靠你了，跑啊！小子，那吐完没？再等一下。杀杨芷父母有你吗？啥？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？我一个中层干部，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。杨芷关在哪里？我不晓得的呀，上面不让我知道，有叔负责的。上车，帮我拿了。先下喽。
徐天的信你写的吗？信我看过呢，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。周边我也看过，但不是你。不过你现在的样子，蛮像是信上的字。他来上海了。 见到了，我知道就是他。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。照片背后什么字？日期啊，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？不是一个人写的，我跟徐天讲过呢。谢谢叔叔。 19岁，我跟徐天是朋友，叫叔叔恐怕不太好啊。我们在这里等什么？ 约会？我说什么？顺便叫个朋友，吓一吓。这次往后走。阿北，你们不要拦我，我送个信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 这个炸弹是不是定时的？没人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！
啥名堂？问我？徐天给他的信。您攥手里做什么？刘总，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，还差不到一分钟，9:05，给我表姐打个电话。我们在等什么？等电话。等多久？30秒。让你受苦了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昨天在教堂，没来得及带你走，对不起。你是长发的，早应该想到。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。第15封信，13年前写的。当时你说，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，伯母不许多吃。现在还喜欢吗？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，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。也是第15封信，你说最喜欢的地方，记得吗？到那里等我。如果运气足够好，10点我去接你。9:05都过了，刘叔。徐天说了，电话打不过去，我表姐炸成肉酱。徐天在哪里？去北四川路了，带我表姐一起去的。30秒到了，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？电话不来炸死你。叫他们滚蛋。滚蛋。叫他们滚蛋。谁啊？我老六。你表现好一点啊！我里有颗炸弹，徐天手上也有一个，张小都拔掉了。让徐天讲电话。你不是要来找我吗？别废话，叫杨志讲电话。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。我告诉你。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！他死我也死了呀！一群脑子里没有上司的狗东西！蛋糕想吃吗？想。听见你声音就好了。我给你买。叫他们听电话。
徐天讲什么呀？买蛋糕。哎呦，对我这么客气。给我的。等着我，马上过去。看时间，过了9:05了。过了9:05能怎么样？竖起你耳朵听。这送礼都送到办公室门口了。9:20之前，给杨芷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。吃到蛋糕了，给我打电话，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。听清楚了吗？挂了。哦，第二颗炸弹，是不是我包里这个？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？十几分钟。给他买块蛋糕。9:20买到，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。是什么蛋糕？黑森林。黑森林。那个谁，老蒋，给我带碗面。1000路拐角，河北口味的啊。这怎么来得及啊？等着。好。来，大伟子。你去给他买那个什么森林蛋糕，我去买面条啊。说说，反正有时间说。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，你是打算正好要送你上来上海。还有呢？两家那边已经不好抵了，正好等你来上海。这条线铺得很长，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，哦不是，跟贾如兰。让我说金条的事。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。说呀。金条，3根。马天放路上打电话来说的，树我们其实无所谓的，就是等你们到上海，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。然后。姓孙的共产党死了呀，金条到你手上，你晓得给谁呀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不晓得呀。都这样了，我有必要讲假话吗？第二颗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？